前面蔓延，共产党人共产党卖点，人口还在天空看看给精神社会的社会的这就碰到个眼霜大多一张新眼目满发的青春温支持，不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说我们族群大融合。所以未来不管在多远的路上，我们一定会一直持续的办理这种融合，让大家不但看到原住民的美妙，也认识我们原住民。我们不但舞蹈、美食，一切都是美丽的。我们互相的认同，互相的支持，也慢慢的来了解我们客家人，以及我们汉人。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融合在台中，所以我们大雅区是所有社会就是多元化的一个族群的一个地方，所以来举办这个一个活动真的非常非常有意义。我们秉持我们台中市卢市长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理论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来推动这个族群的一个活动哈。代表市长呢，谢谢大家的参与，本来族群就要融合哈。大家在这分什么本省外省啊，原住民啊，客家人啊，我们这个文化馆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要特别谢谢建德议员跟陈贤议员对原住民族事务的关心还有支持。大雅也是一个多元族群的城市，多元文化要一起呈现，因为我们大家我们都是一家人。三千元是不是？来，你生一生，是来，恭喜答对喽！天天抽三千。
5487。5487，来，请帮我们填上来。要唱三次，要唱三次。好，5487，1508，1508。是的。有两个卡加奖。哎哇！加码奖再次的谢谢吴承贤吴议员、吴建德吴议员。2024一家人荣耀大。